以说呢，我们就是油画画布这个正方形的概念，我们套入我们的表中，它全部是 made in Japan， 可以看到它的质感是非常非常的好。往上搬一下，一秒钟你就可以做进行画表带的动作，轻轻一拔就可以了。很疲惫的时候，只要一打开手表，看到拉拉手，它不同时间的时候，它会有不同的情境。然后只要一看到它，我就觉得有种被陪伴的感觉，就是很疗愈。它有时候还会出现一些比较隐藏版的图案，所以让我觉得我生活中常常都会出现一些惊喜，就不会无聊。那像它这次史努比款啊，它是设计是飞行员的款式，然后就会感觉一年365天，就是感觉就是跟着他一起去旅行。然后他有时候他像上班时间可能是就是下午的时间，他就会就是什么看报纸啊，可能你就可以稍微休息一下，对，就提醒你就是吃饭该吃饭咯，睡觉该睡觉这样子。我选择的是那个 Kiki La La， 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 Kiki La La， 然后也有收集很多他们的东西。然后当我看到的时候，而且 Kiki La La 有出限量的玫瑰金款，然后觉得好开心哦，就是玫瑰金就很显白，然后又很好搭。那我以前都觉得，我以前其实不喜欢戴手表，觉得手表我们就是看时间，那我们随便看钟或者是看手机都可以。可是有这个表真的会，你会很想要一直看，因为它会有一个心情模式，就是你随时看啊，就会觉得它有不一样的变化，就很想要一直看自己。